现了，叮咣啷的。一直都在一身衣服，正救援的下大了，暖干了，又淋湿了，只连续几天了。睡在车里，关键昨天晚上还遇见了队员被打的事，一直我没想说，还在有的地方根本过不去。你面前有2公里的地方集结地方，但有点绕了几十公里。这都是涿州人的工程，这么搞的吧？你还骂人家打人家？打幺二零，骂打幺二零，打你了！那好钱老百姓，这都是涿州人的工程，知道吗？就涿州人来的，你是这你是涿州人的耻辱，你就是涿州人的耻辱。走，给你们跪一下子。你打人家，你骂人家，人救咱们涿州人来了。好，那你这都行，这赶紧救了。真是他妈涿州人的耻辱！高远过来就是免费救援的，你干啥呢？未回，快又发报名了。晚上进来，本人都是未回归的，我就给恁救了。其实话他都不懂，都在家务和不不不干中。咱好人好人都到这儿了。你看大平安的，还七八公里跑过来，得有飞车。外地救援的人。还挨打还挨骂，你说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大哥给我救人的，我工程21个人，我救出一车人来，一船人来了，这下我从那耍酒疯，骂人家救援队。上哪去？上哪去？哪儿呢？就那家伙子，行了，那骂救援队，打人家救援队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骂人救援队，打人救援队，涿州人的耻辱。大哥，我告诉你，大哥，涿州人的耻辱。大哥。